第四题，附图为某化合物的原子连接示意图，下列关于此化合物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这个化合物，我们晓得它的化分子式应该写成 C2H5OH， 这其实是四性式，所以它就所谓的酒精乙醇。我们知道酒精溶于水，所以选项 B 是错的。但是酒精溶于水的时候不解离，所以它并不是电解质，因为它不解离，所以它水溶液是中性，所以呈碱性的也是错的。那么它是酒精燃烧之后产生二氧化碳跟水，二氧化碳通过澄清石灰水或者澄清石灰水变成混浊，会产生白色沉淀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关于此化合物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此化合物完全燃烧产生的气体通入澄清水中，呈白色混浊。